Sumpah, sumpah, sumpah.好可怕！我是一个不太怕虫的人，家里的虫基本都是我在打。那天我在房间画画，抬头发现有白蚁在飞，我再注意看了一下门帘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东西是我们家最室内的空间，之前就有发现有白蚁，就让他们往窗飞啊，经过卧室。我家外面是山，外面没有什么灯光，他们不可能飞出去啊！到时候在我的木床上面加倍成家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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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吧！虫，好可怕！把衣服里面了啊！不出意外的话，就要出意外了。要快的话，要快的话，想到你怎么了？
的他们仍然不知危险正在靠近。